马路路口传来阵阵音乐，民众依照灯号过马路。这小绿人不止会唱歌，还有些特别，有老先生、老太太手牵手往上看，人与人户外距离要保持1公尺，还要大家勤洗手、戴口罩。怎么那么帅？哎呀，好漂亮哦，特别宜兰县最新的吧？那个红绿灯啊。上面跟下面那个在别的县市都没看到啊，是啊，对啊，一般在别的县市只有那个描述而已。不止提醒过马路不要低头滑手机，还兼宣导防疫。这会唱歌的小绿人就在宜兰罗东夜市旁新东路民生路口。三灯面设计之前在宜兰火车站前效果不错，现在扩大设置，一组两座，造价达96000元。你采取这个大尺寸的三灯面设计。第一面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倒数计时，那再来就是这个特规版的长青的小绿人，两个长者戏伴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搭配一些现代时下比方说宣导的，比方说防疫宣导以及交通安全宣导。最上面的镜面可随时调整，不管是防疫或是安全、防酒驾等宣导，多变小绿人让民众等红绿灯时不无聊，用路人过马路也能更专注。全台各地交通号志不断推陈出新，展现新创意。TVBS 新闻简大成李佳燕宜兰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